long time no see 啊。OK， 所以这次这个2013年哦，12月20号等了好久，7年，比7年之痒了哈、哦。不要这样嘛，七年前有发过一张英文的翻唱专辑。对对对，所以这次这个等于说12月20号是这个 Zero 专辑哦，自己感觉我们觉得说，哎，真的是一切感觉重新又回到明天。有点，其实有点紧张，但是也蛮开心。不错，所以这次这个新专辑，除了这个第一首主打歌《小丑》的姿态已经先率先曝光以外呢，还有一些很厉害的卡司阵容，可不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下卡司的部分？简单的话，其实还蛮难的。我想想看，快一点讲的。我一向喜欢，就是如果你听到这首歌有感觉的话，再听一遍。你要不是说哦，就发给你哦，过两个星期还给我的。对你有了感觉，再来帮我填词，所以那个感觉会更加的合拍。对对对。所以这次刚刚提到过，有这个乱弹阿翔金曲歌王，有这个海雅古墓张震岳，有认识很久的这个马念先。那呢，除了这个马念先之外，还有这个土大维啊，对，徐佳莹啊，徐佳莹是新朋友。那土大维的话，也是同事，老朋友，对老朋友，所以啊。我也是，也是请他听一下歌。我说，哎，你有喜欢的？对，挑几首去写。对，没有，有喜欢的话再写。哦，那轩轩的话是很直接的，因为我们是好朋友，对，所以轩轩就是有一天就说，哎，我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，他就直接递给我，然后我自己听也很喜欢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乃文刚刚简单跟大家聊一下，还有这个范晓萱也是这一次呢，这个帮你画到了这个阵容之一啊。所以这个自己对于这个2013年年底压轴发行的这个专辑啊，有没有在什么样的企图心？然后最近也是回到零嘛，重新开始，所以我们也决定这一次去做一些校园。好哇，所以昨天也是一日假日来回，然后也是蛮累的。对，这是会慢慢的调试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希望很开心，我觉得那些同学们其实还蛮很热情啊。所以希望这个2013年等到杨乃文的新专辑可以给大家很多听觉上的新享受。但是这一次专辑里面有一首歌，好像叫做是鹦鹉，是不是？对，鹦鹉。哦，那你对鹦鹉有一些特别的感情或感觉吗？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是不是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都喜欢像白纸一样的你，因为你今天就找来一只在这个鸟界很有名的紫蓝鹦鹉，它叫做宝贝，听说智商超高超聪明。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宝贝，宝贝今年几岁了？宝贝今年3岁，他在1岁以前就已经具备了一些基本的技能。他的智商大概是多少啊？现在已经达到4岁左右。小孩子的4岁，小孩的4岁，所以已经可以做一些简单，比方说讲话，他可以。对，还有基本的儿歌也会唱。他会唱歌？对，但是现在因为他第一次面对那么多镜头，会紧张，所以有点紧张。但基本上他还是蛮稳定的，还是蛮稳定的哈。来，小丑的姿态。直接点歌，小丑的新歌哎。那你也知道吗？我们刚后台已经切错过了。哦，对，两个 round 都是我输。哦，刚刚乃文说在后台一定要先跟这个宝贝稍微那个要热络一下，然后结果都怎么样的后果？为什么你输？因为人家怎么样？没有，因为他很喜欢这件黑毛衣，是对，所以他紧紧抓着不放的结果就是我受伤，手就被咬了。对，然后后来我们就试着放在肩膀上面，想说变康永哥。然后呢，对，就宝贝太喜欢这个毛海的毛衣了，就是撕不下来，撕不下来。对，然后又趁机啄了一下杨乃文。对对。OK， 咬了一下小胡子。那现在乃文，你准备好跟他 round three 了吗？第三轮，来吧。好，来吧，宝贝过来。宝贝来，宝贝来。你是想杨乃文会像斗一只鸟吗？这个画面好珍贵哦。宝贝过来。会吗？拍照可以录哦，宝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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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嘛。哎，凶也不是，温柔也不是。对呀、啊，乃文姐姐有唱鹦鹉哦，是你的主题曲哦。来，宝贝。对啊，我觉得好像小动物真的蛮怕闪光灯。对，因为他们可能不习惯，对，不习惯会有点害羞。没关系，我们让他现在慢慢的冷静一下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最后杨乃文，我们要代表电台送上一个书法的题字给你。这是我们的万马奔腾气象星，希望这个杨乃文的新的一年能够呢有如万马奔腾一样，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销售成绩。就让这个乃文帮我们宣传一下，你明年1月份好像有一个演唱会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1月4号。ATP Showbox， 对对对，算是演唱签唱会，但是比较偏向演唱会的签唱会。好。
是签唱会，可是呢是用演唱会的形式来进行的。嗯，所以在演唱会结束过后呢，会留下来帮大家进行签名会。对对对。所以只要带专辑来，就希望大家可以跟你有一个很好的互动的很妙的时光。是的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还有另外一场，对不对？后面还有一些陆陆续续的活动，请大家留意官方脸书或是这个雅神唱片的网页。好像南部我们现在筹备会有一场，是说还没有确定时间。好，了解。所以请大家是密切期待跟杨乃文更多这个好的近距离的见面机会。所以希望这个乃文这次呢带来这个新专辑能够这样的成功，宣传一次顺利。好，谢谢乃文，谢谢。OK。